大家好，来阿好，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是中华民国第十届立法委员就职典礼，谢坤甲基昌当选立法院正副院长。我想下降参政的年龄哦，这个部分渐渐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。那站在院长的立场，我是觉得应该要营造一个环境，让各党派大家沟通，只要能够形成共识的话，我是觉得，英国国会有一句话，就国会万能，只要形成共识，大家有共识的话，我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那还有吗？就照相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是非常感动啦，我感动啊嘛，感恩啊。我在2007年9月26号生日辞职，辞党主席，已经12年多。谢坤是无头路对啦，待业中。曾经我嘛有去因过头路。殷大姐头路，新北市市长没有被录取，没有想到就走到今天，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，与齐昌兄就一起成为这个立法院的正副院长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那我希望有这样机会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，我一定会战战兢兢、临渊履薄的去把这个立法院的院长把它做好。